秉持着弘扬孝道的精神，透过行动泊车，让大众都能够蒙受法益。本是山弘孝学会觉地法师秉持着弘扬孝道的观念，特地打造地藏王菩萨的行动佛车。觉地法师发愿自行环岛一圈，就是想把地藏王菩萨的孝行推广给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次社团法人本是山弘孝学会全台绕境祈福消灾弘扬孝道，是推广以及介绍更多人认识地藏菩萨以及孝道的重要。地藏菩萨在佛门当中是十方诸佛所推荐代表孝道圆满的唯一的一位伟大的菩萨。行动佛车环岛祈福的目的，就是要接引大众能够接触佛法，修学如来正法，以菩提心出发利益大众，依佛法的修行和戒规，宣说政治正见的法理，真正脚踏实地的去做，让每个人都能够蒙受法益。十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